我做好饭啦，做了宝贝最爱吃的火腿儿，叫宝贝吃饭啦。哎，怎么没有人了？看看，人去哪里啦？哎，没在他的小帐篷里啊，床上也没有啊。哎，上哪去了？让他吃饭？臭丫头，不知跑哪去了，这儿也没有啊。哎，我来叫大伯吃饭吧，还是？哎，怎么也没人了？他上哪去了？哎，哎，这个床上怎么有在动啊？这啥？这啥？来看看。哎，去！哈倒哈倒，都吃饭了还倒着点。睡什么觉啊？睡！都去，赶紧去吃饭去。妈妈切了你最爱吃的火腿，你再不吃就没有了。我吃。这妹妹呢？不在我屋套，在外间屋了。啊，妹妹不在你屋啊？那你看她去哪了吧？在外间屋。我听说外等我们去找找，等我们去找找，看看妹妹在哪呢？一到吃饭就躲，一到吃饭就躲。箱子在动，这沙发也没人啊。箱子在动，箱子在动。哦，那都鼓鼓囊囊的。那里面还有个洞。我去，还有个大洞。哦，在哪儿了？哎呦，你天，真的躺在里面啦！快出来，出来吃饭了。